啊，因为现在有时代在变迁啊，然后整个家庭结构，整个那个游客的结构都不一样了，所以说我们就一个发想，就把大菜变成小吃的一个概念。我们利用新鲜的扇贝啊，以前都是在宴席菜才会看到的，我们把它变成走入那个小吃化，然后让大家都可以享用。我们就改变摆盘的方式，本来是一人一道个人钟，我们把它变成一碗，然后把它用那个花篮摆盘的方式。然后因为它里面是扇贝，是非常清甜的一个海鲜，而且我们用冬粉去吸它的汤汁，所以说客人可以吃到扇贝的甘甜，也可以吃到冬粉的味道。我们来自台南哦，我们已经创业12年了。那我们产品最大的特色呢，是用蜂蜜、石头、棉被跟青草酱。那我们最出名的呢是猪脚，那最主要它没有酱油跟蒜头。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大会呢，到美食展来呢，我们特别用了这样一个非常老的老卤汁来熬这个豆腐哦，跟我们的这个卤蛋哦，都非常的好吃。这是到美食展才有独卖的商品哦，非常的特别。炒出来的会吃得到米的香气，我加一点九层塔，超好吃的。边走边吃的概念哦。